属虎你今年叫做太岁相刑，是非比较多，皮肤同肠胃都特别要留意，所以今年饮食方面特别要留意，尤其是农历一四七十呢四个月咧，都唔系好利肠胃同埋皮肤噶。咁今年吉星有福德、福星同埋天德。咁福星、福德虽然贵人星，但系呢个普通贵人星唔系好有力嘅啫，可能爱莫能助，好想帮你嘅心想帮你嘅能力未必做得到啦。咁好彩有个天德叫做逢凶化吉嘅星，咁都将你个好运咧提高少少。咁空星只有六害同埋绞煞，原来完全冇意思嘅，所以属苦嘅你，虽然今年叫太岁相刑，是非比较多，皮肤肠胃麻麻地，但系因为只有吉星而冇凶星，虽然吉星嘅力唔系好大，但都好过冇啦，系咪？咁喺运气方面，如果你生喺呢个八月八之后，三月六之前，因为始终你秋冬天出世就系要火忌水，而家一三一四一五都系属火嘅，连一路上到二零一八，有机会咧运气都一路向上噶。所以如果你想尝试做生意，今年一个系唔错嘅起步机会，虽然是非比较多，但系去到二零一四咧就太岁相合人缘特别好噶啦，所以二零一三起步比较困难，咁困难系好噶，等你个人有少少防备心啦嘛，咁去到一四一五比较顺利咧，个轨迹系上得比较顺噶，就唔会再跌翻落嚟啦。咁但系如果你生喺三月六之后八月八之前，一来运气开始唔好，二来今年咧就太岁相刑，是非比较多，做嘢自然唔系好顺利啦，咁又唯有喺屋企。正北桃花位摆一杯水旺人缘，正东艾灸位摆粉红色物件化是非，咁旺咗人缘化咗是非，希望今年太岁相刑是非将佢压到最低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sh 赖立豪。那在蛇年里呢，我祝大家生活要过得更精彩、更快乐、更平安 ，Happy New Year。